这家店的牛杂汤冒出阵阵白烟，光看就让人身子暖了一半。不少人就是冲着这一位而来。 天冷的时候来喝一两碗呢，喝一两口感觉很不错。有没有特别舒服？有啊。那一米都好。都是大骨熬汤，我们都是一滴味素都不要放。这家位在左营的牛杂汤专卖店，这几天因为南部天气冷，上门喝汤的顾客多了不少。而屏东则有民众爱这一味鲜鱼汤。美食嘛，哈，啊，火腿烧汤啊呢，对我的身体较温暖。 汤里放进咸美的鱼肉，再加上葱，增加香气。老顾客说，早餐就爱这一味，一碗面搭上一碗鱼汤就是美味。饱满的蛤蜊和姜片一起入锅煮，蛤蜊汤配上烫青菜一碗饭，这也是不少人喜欢的早餐组合。不管吃面还是吃饭，一早来一碗热乎乎的热汤，似乎就是冷天南部人最爱的中式早餐组合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